如意终于断发修复，后宫只有这位 MVP 可以骂渣龙。如意，我已见过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见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狂妄。恭喜贺喜，皇后娘娘，你终于断发修复成功啦！刚愎自用，薄情寡性，自私虚伪，是你疑心深重的更是你，放肆！渣龙传，别跟着如懿传一天，音乐随便看的血压都挂急诊了，粉丝跪求娘娘跪了整整一礼拜，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忍了。终于等到如懿断发为继，给去了的青樱和红菱。娘娘顾驾吧，欢迎到隔壁棚找贤娘娘变法。渣龙对如懿超坏的啦，每集都在找茬，有个欠骂，随便只好请如懿的后宫 MVP 来说几句公道话。皇上不该如此对待皇后娘娘，皇上不该对皇后起疑心，皇上不该不分皂白严厉处置林侍卫，更不该将处置后的林侍卫送到皇后宫中服侍。当局者迷，皇上是糊涂，皇上非要一臂在臣妾这儿问着皇后，又一臂与皇后娘娘怄气。容嫔，你别仗着朕宠爱你就如此的不知收敛，不然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吗？皇上若觉得臣妾真的放肆，自有人巴结哄着你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你超级双标，被容嫔酸成猪头也不敢回嘴。怎么，皇上双眼微红，眼下发青，面色无华，神情倦怠，显示一夜未得好眠，强打着精神用膳，自然没有什么胃口。但正宫如意加入战局，一起酸就不一样啦。你上次跳的胡旋舞极好，待回到宫中也指点宫中的舞姬可好？宫中舞姬跳得再好，也不如外头的野路子招人爱，臣妾不费那心思。如此好的歌乐，臣妾和姐妹们也想一同观赏，还请皇上不吝恩赐。你们自便吧，朕没胃口。您真是一位百里挑一的高品质贱人。